界貌时尚加密湖是一条不需要抽山屋便可前往加密湖的原始山径，途经各种美丽与多变的地形，更被不少人认为是台湾最美丽的登山路线之一。但由于没有山屋，登山者需要自行背负食物、水与帐篷，并拥有正确的路基判断能力，才建议前往哦。在接下来三天的时间里，就让基因带着大家从这座魔法森林般的美丽山径，前往山顶采集天使的眼泪吧。Let's go!